学圣生，啊，这个学圣生呢，圣贤生呢，圣僧他可以啊，虎、呃、虎降龙啊。我们看莲池大师呢，在《三访杂录》卷一啊《染虎书》里面呢，有这段记载。这个是在云栖法会里面有这段记载。 啊，在这个啊万历明朝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杭州府呢钱塘县啊这个县的定北五五五图呢那个地方各乡村呢虎兽为灾，有很多老虎，染成了一些灾害，而且伤害到人还有畜生呢很多。 那么当时这个本乡呢，有一些人呢就来求染劫，染劫呢就是向神呢祈求解除这个灾祸。那么红师人虎本同一生，这个红就是指莲池大师，朱红嘛，他法名叫朱红，那莲池大师就想到说，人跟老虎是。 同一决心的啊，伤害又复夙愿。如果你伤害这个老虎，结果又觉得觉得严孽，捕之者彼此相疑。如果你把那老虎抓到了，也是互相的屠杀，互相的杀害。遣之者自他何别？如果我们把老虎放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治它有什么不不同呢？所以呢，认为呢必须要怎么样，要修斋作虎。那跟这个刘坤呢的做法呢，啊，刘坤是是把这些陷阱都埋起来。那莲池大师呢，当时那个地方他住的那个那个乡下呢，就闹了虎患，就老虎。我们知道。 莲池大师也会起雨。当时那个闹干旱的时候呢，县长没有办法，县长就去求这个县令呢，就去求这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说：“我只会练佛。”啊，县长就说：“好吧，那你就是大师，你帮我们起雨了。”那么莲池大师就拿着拿着这个木椅呢，就带着这个县令呢，走在田埂间，就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练到哪里，雨下到哪里。 所以莲池大师他的是正果的这个圣圣僧呢，他就是有这个功德力，他到哪里以下到哪里。那么当时这个虎患呢，莲池大师认为说应该要修斋做福，才可以把这些野兽化解到无形。于是呢，莲池大师就把这些出家人就召集起来，云集生前。 就以本境黄山妙境寺中起见，然解道场五作业，当时莲子大师就召集这些僧人呢，在这个本境，就是他们这杭州府这个地方，黄山的妙境寺呢起见然解道场五作业啊，做五天的法会，至某日圆满，到某一天要圆满的时候。 以中警备香祖民国准备的这个啊香祖啊啊这个这个民国哈、啊，命生翘琴顶礼梁皇忏法十二部，当时就请这出家人送十二部梁皇宝忏，中宵受受放一切应口，当时还晚上呢来煎这个做一切应口。 以此功德，啊，用这功德来回向，又复祈祷祝古福福圣贤，叠至诸方三神土地，就是自自古以来呢，这些虎福,福圣贤的这些菩萨呢，他们最后呈报书文的时候，都请诸方三神土地呢，沉思善利，我愿前生护福之命者。 希望前生如果有害这些老虎的命的人，世皆解释言称呐、啊。希望放下这个怨恨、仇恨心呢、啊，不相仇报，不要互相啊，啊冤冤相报。今日为虎所食者，今天被老虎所吃掉的人，俱得早生善去，希望他们能够早生善道，不堕三亡。人无害物之心。 人不要有害老虎的心啊！发慈悲而永除杀业，发出花一念慈悲心呢，永远除掉这个杀业，虎绝伤人之意呀、啊。老虎绝对没有伤人的意思啊！尽此报而速脱苦人，希望呢，不论是老虎或是这些百姓呢。 都能脱离这个业报轮回之身呢，而诉脱苦轮，离开这个轮回之苦。下至为利寒灵，小到这些蠢动寒灵，显蒙护庇，都能蒙佛力加持，缘起多生祝福，甚至在这多生的这这边啊，在这个六道里面啊。 流浪这些鬼魂众生呢，最后超生都能够超生。人人知菩提因呢，处处成安乐土。希望人人都种下这个菩提因，处处呢都成安乐净土。这、就是当时莲子大师呢，在这个《三藏杂录》里面卷一呢，《染福书》里面有记载这一段呢，杭州府祈求做法会呢来。 把这些虎患能够消除的故事，可能在当时一定有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才会有这段的记载，啊，啊，这个就是圣生虎虎降龙哈。嗯嗯、那么最后那个啊第五行这个林凤一阶化为林凤，这个林凤、这个、就是麒麟跟凤凰，那这比喻什么？这是吉祥的动物，麒麟跟凤凰就是吉祥的动物。 比喻什么世间的圣贤，他们都是很稀有难逢的。嗯、那么莲池大师呢？啊，在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里面卷二十七里面有记载，他是莲池大师，他非常努力的戒杀生，而且。 这个崇尚放生，他做了很多文章呢啊！红传在这个世间啊，那当时在海内外，就是在中国各地呢，大家都非常的尊敬这个莲池大师。那么莲池大师曾经讲《圆结晶以净持世。听众呢每天都上万人哦。 这个不简单呢，哈、啊！莲池大师讲圆觉经，有到一万多个听众哎，啊！那么莲池大师就要要建这个万公祠啊，为放生祠，要建立一个放生祠。那么他八十岁的诞辰呢、啊，啊，又把它拓宽了。 后来有像他，他有请信众呢一起来建设这个放生池，啊，有上方跟长寿两池，啊，每年呢都差不多过一百余斤，啊，山中呢，啊，这个山中设呢放生所，那就这些灰走的这些这些动这些生物。 那这么放生的钱要多了怎么办呢？那这些佛寺里面这些出家人，他们就减口以养之，就大家是尽量节省。每年大概省下呢，会用大概是每年大概需要会用呢，米大概两百担。然后这个寒山大师就就记载这样了，他说莲池大师在放这些。 愚主、善民、照着就是放这些鸟的时候觉得很吵。这些鸟会会呱呱呱呱噪。可是这些鸟很奇怪的，听到出家人打木鱼声的时候呢，它就急然哦、喔、听，没有声音，静悄悄的。这些鸟听到出家人在念佛打木鱼的声音的时候，它静悄悄的在听。等到木鱼声停止的时候呢，啊，它又会又鼓翅喧鸣，又开始在那边叫了，飞来飞去的。 他说：“这个，这个就是鸟有佛性呢、啊。所以，佛说孝名为戒啊，汝何有养无尽呢？佛说真正的大孝就是最大、最最好的这这这条啊，啊，最大的戒法。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些万这些动物呢，他供养他们呢，他有恭敬心呢。” 而且、哦、是有理在里面呢、啊，这不是已经达到孝的极致了吗？啊。嗯、那么莲池大师的回向比较特别，我们把它练一下。啊，莲莲池大师在《放生祝愿》里面，他有写一个回向文，这个我们可以来参考。 莲池大师这个放生文，啊、这个回向文。莲池大师说：“你放生完毕以后，啊，我们如果有去参加放生的，那我怎么回向呢？那我们要怎么回向呢？莲池大师教你：放生以就是放生完毕以后，对佛像前自心礼拜，先向佛像前礼佛三拜。博言博言，就是你说出来，在活菩萨面前这样说出来。” 弟子魔甲，就是弟子我黄某某，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就这样回向说：“我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尊先佛名诲，精醒放生。我遵照祖师、诸佛的教诲，我今天行这个放生业，惊醒放生，一朵若干。我今天总共放一百条。” 放多少物命，你把它讲出来，以得若干啊。那么，我今天接到祖师这样的教诲，我在行这个放生业，我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我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法喜，得到这样的一个慈悲心。一次功德，我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报跟功德，一次功德。 愿我罪业消除，罪罪冤愆解释啊，就是解冤释解，所修善根日益增长，命中之际身心安稳，正念分明，蒙佛接引，生机六果，七宝池内莲花之中花开见佛，得无生人，具足佛会以大神力还我所放一切生命，以及十方无尽有情。 尽得度脱，成无上道。念佛慈悲，哀怜受受，法愿里念佛，或一百声，或千声，或万声，随意多少。这个放生回向非常好，各位可以参考。啊，这已经全部都包括在内：回字向他，回事向你，回音向我，全部都有了。 啊，你放生完以后，你不要说，哎呀，活不萨，你保佑我身体健康啊，啊，这个升官发财啊，那这世间福报而已啊。你看这里面他也跟你讲，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呀、啊，而且呢，回回向你善根增长啊，而且命中的时候身心安稳啊，啊，能够善终啊，这也是五福里面最后一个，你想求善终啊，啊，你平常就可以这样累积的。 你每次放生就这样回向善终，你将来真的善终。你要相信活菩萨不会骗我们的，祖师大德不会骗我们的，我们都希望善终。那你放生就求着，我希望将来善终，你将来真的善终。这个叫做信自信他，信自信他，信事信理，信因信果。我一大师在《弥陀二经》里面这六信里面。这六 你一定要这样相信，信自信他，信事信理，信念信果，啊！而且你还可以回向啊，啊！除了命中身心安稳以外，还正念分明呢、啊，猛火接引呢、啊，升级六国啊，还、啊、可以花开见果，都无生人呢，啊！而且你最后要发一个大愿呢、啊，地主这个佛会以大神力，凡是我放的这些生命。 以及十方无尽的有情众生都可以得到度脱。你有些祖师他们就很有这种慈悲心呢。他们都交代他的弟子啊，把他的骨灰呢，和成面粉呢，去抛向大海，喂喂死这些遗嘱啊。每次到我这个骨灰和面粉吃的，这都能够得到渡脱，就是跟这个一样，成无上道。 焰火慈悲慈悲呢，哀悯烁烁啊。那完了以后，这个回向文念完以后，再念佛百声、千声、万声，这样是最圆满的。再来参禅，参禅哈，这个参禅呢是禅林的用语，禅宗的用语。 参入禅道之意，禅宗的这些祖师跟门人呢，他们坐禅修行，在禅定中参就真理。那么参禅,禅呢，应该选择在安静的地方，并节制饮食，啊，放舍诸缘，那休息万事，不思善恶，莫管是非。 那狮子林呢？天竺和尚已录卷之二里面的原文是这样，就是我们经文里面讲的，叫你参禅学道，啊，叫你参禅学道，或叫你提个话头，或叫你念佛修净土，令主少除妄想狂心，任起主人翁，啊，这是天竺禅师原来的原文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念佛的，我们也没有坐禅，那禅怎么参呢？禅怎么参呢？啊，我们来看莲池大师怎么开示。好、啊，莲子大师说我们的净土心人怎么参？啊，莲池大师在以嘉兴诸溪中居士广正里面开示人之耻，处事。 亦顺境者，其情愉以安；亦逆境者，其情忧以为。然而顺未足以，然而顺未足为信，逆未足为不信也。逆以易之，所变；所出数之心不生，其几夫不得志。 然后验身是之之故，啊，而求以出世。是故万苦交以前，但以正治观察苦从何生？从身上，从身生，身从何生？从一生，一种何生？从后生，因后造业，因业成身。 因身受苦，但能破获一切空寂。敢问，所以破惑之荒只须就本参话头上理会念佛的是谁？作拜迟疑，诸惑皆破，失之勿呼。这一段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参禅。 你就参念佛的人是谁？谁在念佛？莲是大师说：“人在这个世间啊，有时候遇到顺境，心情愉快，感觉很心安；可是遇到逆境呢，心情就很忧愁，感觉很危险。然而呢，你得到顺境也不要太高兴，自己认为很幸运。” 你碰到逆境，也不要觉得说世界末日，感觉自己很不幸。他是不用。最怕是什么？最怕是你自己心里，你的心念沉溺下去了，你的心沉沦下去了，你自己的出生的心生不出来。 什么叫出世的心？想要求解脱的心生不出来。我们用净土的话说，你想去极乐世界的心生不出来，信念生不出来啊。所以发菩提心呢，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是信念，一向专念就是慈名。啊，所以林大师说你。 出世的心生不出来，一直在忧愁的是你不得志，你要去思维。事实上参禅就是你要去一直去去开始不断的去思维，然后你才去觉得说这个身体这个身这个业报身，简直像这故，就是像像这个枷锁一样。 有这个身，想要得到欲望，想要得到享受，想要得到好的生活，想要怎么样，想要功成名就，你为这个身呢，变成这个身所奴役的，这个身就是你的这个枷锁，你没有办法求出力。所以，在这个万苦交迫的时候，你要剥离智慧关照苦从哪个地方来。 从身上、身体生的嘛？你想什么？想要吃的更好，睡得更好，住得更好，穿得更好，用得更好。你要满足这个身体的欲望啊！你要知道这个苦从哪里来？从这个身体生出来的啊。那身体从哪里生出来？生从何生呢？从你的业障嘛，你的习气嘛，从业生嘛。 从你的无始劫的这些阿赖也是里面这些习气生出来的嘛？一从何生？从迷惑颠倒生出来呀、啊，从无名生出来的。因祸造业，因迷惑而造业，因造业而成就成,成成成了这个果报生啊。因生而受苦，因有这个果报生，有这个业报生去受苦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不断不断的把这些。 烦恼破掉，最后回归到清净，一切空寂；回归到清净，哪怕是说回归到自信。敢问，所以破惑之方，怎么去把这个烦恼断掉呢？只需要就本参话头上去搞懂念佛是谁，这样就好了。 你把这个疑惑打破了，其他烦恼全部打破。啊，因为他是说，好好去思维，不要忽疏疏忽了。这个是呢，因为他是讲参禅怎么参，要这样去参，才会成就。啊。 是永明延寿，我们六祖大师的，六祖大师的开悟也是这样。我们永明延寿禅师啊，我们六祖，我们现在阿弥陀佛圣诞呢，就是根据他的生子在纪念。就第六代祖师呢，永明延寿禅师，禅师啊，他是禅，他从禅归净土啊，他知道禅不容易成就啊，所以他就归心到净土了，叫人家念佛啊。他有一次经过那个好像是一个天津的桥吧。 每天走不知道，每天走都不知道，每天都不知道。走走走，有一天突然走过那个桥，天津那个桥的时候，人家丢一个石头到水里面，扑通就丢到水里面去啊。他他他一下，那个水有水有石头溅到水里面，咚的一声，他听到了。我们的见性，我们的闻性，我们的见闻觉知，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呢，只是我们迷了以后，那个五米器把它盖住啊。 我们的碳分子把它盖住了，所以文性呢就被污染了，文性就不起那个清净的作用就变迷血染了，迷血染了，迷而不解，对不对？啊，净而不染。这个有名圆智禅师呢，他走过这个天津桥以后呢，他就丢那个石头以后，他后来就开悟了以后，就说一个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记呀，啊。啊 不通会他物，众哄不是成，山河即大力，前路法王身。他见到什么？法性身呐，见到法身呐、啊。他说不通会他物，好，我我个人我没有开悟啊，我的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是这样，不通会到这个物啊，不是外来的，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才怎么样，你只要放下就可以了，你只要看破就可以了。 问题你是看不破、放不下，所以你见不到。所以不通会大悟，就是说他从这个不通里面去见到自信、文性。纵横不是成。纵横纵就是时间，横就是时空间，横就是十方，纵就是三世，十方三世，三字，估计现在未来，十方三世，纵横不是成。 如果他能够悟的话，三世跟十方化为一呀，归成一真啊。这纵横不生，就不是烦恼了，他就尽虚空遍法界了。那纵横不生，山河及大地，原来一草一木、一山一河，都在帮为你说法。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呐。 都是我们的心性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心净则国土净呐，是这个道理啊！啊，那么所以呢，民心提到之事呢，不以身累其性，尽乱其真，随机应物之中呢，自意无生之智，所谓无上之真之妙道也。因为这个，知道真正到民心见性的人呢，他他他这个他这个已经证得这个。 他已经证得这个常乐我净了，所以呢，他不受这些六尘的影响。老和尚讲说，庞印，庞印居士讲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无事是什么？不是不要做事，无事是做了很多事，但是烦恼不挂在心头，烦恼不会带走，不会起任何烦恼。这叫什么？他已经证得心性了，自信了，这些事情不会。 累坏他的信心性，这些禁忌不会搞乱他的真真主这个意思。所以禅宗里面讲说，平常心是道。如果正得平常心，平就是不起波涛，常呢就是没有生灭，没有攀恋取手没有苦乐忧喜色，没有贪嗔痴慢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迷失的这个平常心。如果你不起波涛，你不起生命，你现在的心就是道心呐、啊。好，所以我们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五月二十一号呢，啊，在巴黎呢参加这个三十七点法会呢，那么师傅开示呢，说我们做不到《金刚经》里面讲六根哈不治。 六根接触六尘，好，你做不到《金刚经》里面讲的不自色不思，不做声不思，你就用一句佛号把它转成呢，阿弥陀佛，眼见受耳闻身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那么六根接触六尘呢，就变成阿弥陀佛了。老和尚说，你这样就可以做到《金刚经》里面的境界了。 有名延色大师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是担任税务官，就专门在我们现在讲就收税的。可是他又很慈悲，你看他还没有出家，他也是当公文人员，也是跟我一样，就喜欢放生。然后啊，我跟他一样啊，不是他跟我一样，是我跟他一样喜欢放生啦、啊，也是喜欢佛法。有名延色大师是这样，好、哦。 那他就看到了人家会去放生物命啊，就是鱼虾啦，啊,啊，羊啦，哈，这些这些这些动物、森林，那他因为他很慈悲呢，他就觉得说啊，这些动物呢，快被宰杀了，这些动物啊都有灵性、啊、所以佛陀说，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自养者不杀。 养的东西你不能杀，可是我们现在以前古代人都什么自己养鸡还是把它宰杀，对不对？这样子不杀，佛陀有跟我们交代啊。有些人自己自己养一些也是宰杀，不行，这养子不要杀，不够慈悲。所以你看，永明延寿大师他就这么慈悲啊。但是你要去救这个，这个我能体会哈、哦。你要去救，你不给他救，他现在就死掉了。 那想怎么办呢？那税口袋又钱又不够，好，那就拿抽屉里面空家的税款就拿出来了，偶、哦、尔几次几次，然后再自己把薪水再换回去，好换回去，结果就变成发现，人家就检举，检举以后，人家就这个案子就报告到皇帝那边了。皇帝呢，皇帝就派皇帝是谁呢？皇帝那个宋朝那个皇帝呢？ 就前文目王，前文穆王算起来说還,还是有智慧的了。他大概有听过有名严寿大师这个这位关联的故事，还是怎么样？他交代旁边的人去，因为以前问斩的砍头说，要旁边有人监监斩官在旁边看着。他就跟监斩官交代呢，他说：“你看那个那他，因为这里面哦。” 书籍里面没有记载永明延寿大师的俗名是什么了？那我们都去永明延寿大师嘛？因为他为什么叫永明呢？他住在永明寺。所以古代的大师呢，都是以他的佛寺名称或他住的山，就是这个。印光大师他是他是有这个他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出家的名字啊，那有些的话都是用山来做他的名字，纪念他。结果他那个。 皇帝就跟那个监斩长官交代说：“你看他的脸色如果悲跟惧，就斩，悲就是说，悲啊，就这么伤悲啊。那惧就是很害怕、啊，因为哪一个偏到看到大刀，看到枪毙不怕的？那台湾那个要枪决人犯的时候，那个大流氓要枪决的时候，那个腿都软掉了，在走路都用拖拖到心脏就软了，哪一个不怕？对不对？就是拖不动都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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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都发软了，跟动物一样啊，动物被要被宰杀也是这样啊。我我朋友到到屏东的那个猪的那个屠宰场进去，他冒充记者进去看偷拍，那个猪啊要过那个窄门过去就变蛋，机器就过来就啪就插下去就死掉了。 猪它有它它也它也知道它有这个决心呢、啊，所以它等到过那个窄门的时候，它两个脚就顶住就不走了，它就蹲顶在那不往前进了、啊，它坐进去就死掉了。你看猪也知道要死啊，所以你把他杀那个任何一个动物，它最后进入它的阿赖耶，它知道谁最后谁杀它，它就报仇。 不管任何动物，再微小的蚂蚁，以后我都会讲那个果报，我亲眼看过的。还有蛇、鸡、鸭、兔，反正是动物的，你只要杀它，它那个灵啊就一定会报仇的。它也许刚开始没有办法，它累积到一多，哇，那个力量就大了。所以、啊、我们尽可能我们还是吃素吧好、哦。你如果没有吃素的话，你身上就会有味道，我们就所谓的。 动物的坟场，你吃肉吃久了，你你坦白说了，你不管是上大号、上小号、上洗手间，或者你身上流的汗，那都是动物的味道了。动物的味道，我们吃素的人呐、啊，坦白说了，就是清香。如果你修的更好，那更不得了。像老法师说了，熏老和尚说他的汗呐、啊，他那个他那个那个他那个。 袈裟啊，那个、那个、那个长褂、啊、一脱下来，那个大衣脱下来，后面那个汗呐、啊，全部都是香味，是真的哦。我们请那个果真法师到我们讲堂来，那果真法师走过去，全身都是香味啊，真的闻到啊。他不是故意把檀香扔进去，非檀香不可能的、欸。你你檀香顶多支持十分钟，我说那个香味一散开就没了嘛。他不是，他从左到尾都是香味啊，你知道吗？ 有些是他自己的界定会真香，有些是旁边有护法神呐、啊，所以你就闻到那个香味啊。今典上也有记载啊，你修得好护法神在天上，诶，它会下来一点点呐、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太污浊恶世了，天人都不想下来，为什么？天人说你们人间太错了，他不想下来，所以天人都在我们的上面，不知道是几公里上面哈，给你保护啊。所以你有些为什么有些大师啊，有些修得好的大德。 你就感觉就是说，他就威仪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旁边也有护法。所以那个有名颜色，他说就有这种德恨，所以你的德恨能够产生你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你有德，你的眼神、你的、你的微笑、你的动作、你的看东西的那种精神、你的、你的、你的走路的那个。 那个走路那个，就是走路的那种威仪，我们怎么学都学不来。怎么学？你看金光法师，出来的那种那种威仪，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什么？那是德去成就的。所以有德根的人，我们所谓的讲八风吹不动，任何顺境逆境，他都真的是真的是可以展现出如如不动。 他不仅是面对大关，面对生死、面对危难，他就是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应对态度、这种脸色。他不会哦惊吓，他不会，这、就是真的哦。他真的到这个境界，他就是面对生死关头，生死关头，他淡然处之，就像安斯高大师一样，叫凡病在。 这个宝珠公禅师，这个不是宝珠公禅，宝珠公禅师是梁武帝的国师了哈。达摩祖师去跟梁武帝对话的时候，梁武帝问他说：“我盖这么多佛寺，印这么多经，也没有功德。”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你看他就讲毫无功德，他就达摩祖就会讲出来了。他面对皇帝，面对富贵前世，他还是一样的。 平等心一样的清净心，那个行为我们称它叫安乐行。安乐行，心中常安乐，它就是这种境界，就是三昧的功夫。那有名言说，他说也是有这种三昧功夫啊，他就是他定位已经已经具足了嘛，他已经成就了，所以他面对那个大刀要砍过的时候，他。 没有生死恐惧，为什么？因为他豁然顿脱了嘛，他已经跟身心脱落了嘛，他没有生死恐惧嘛。那为什么他会？他为什么他会没有生死恐惧？那为什么我们会呢？我们为什么一听到医生跟我们讲说：“哎呀，你得得癌症了”，他吓得发抖？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得恨，你根本没有休息嘛，你果子很重嘛，你探针痴脉一个都没有断嘛。 我连刘这个刘居士，他得子宫颈癌，他跟我讲说，到那个化疗医院化疗的时候，他说里面像菜市场，他说走进去每一个都花朵。那刚才跟那个猪要进去被宰杀，野猪也在花朵，请问一下，不是同一个道理吗？所以有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每一个众生都有觉性啊。 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去伤害动物？你要想说生生世世不想生病、不想得病、不想短命，那你就从不杀生开始，不恼害众生开始。我们上一集提到借钱论师修到那么好的，因为过去当国王有那个权利，人家宰杀动物来供养他，他恼害众生。你看他后来痛了二十年，腰酸背痛二十年。 后来想要去自杀，还是文殊师弟菩萨去度他的。所以永明延寿在面对那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一条命换这么多的动物的生命，值得，值得，值得，这值得，值得，值得。倒”刀就的根本就砍不下去了。那个监场官说：“停，就不斩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就是感应呐、啊。 你说“如是因，如是果”，我们讲说“感是因，应是果”，感应《太上感应篇》，对不对？感是因，应是果。那因果那是讲《太上感应》就是在讲因果嘛？哪一件事情不是在讲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哪个不是因果呢？你小到世间上的这个果报，大到成佛，都是脱不了因果。 那么这段经文，业从心起呢，心为业用，啊，业引心而受行，这、就是跟你讲十法界的由来。那么六道、天人、阿修罗、人道、地恶鬼、畜生，这六道的这个众生啊，他的身形都不一样。 比如说天人，天人的这个身高非常的高大，那、啊、人呢大概是七尺，啊，那地狱恶鬼跟畜生道呢的众生呢，那身形又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从《中经录》里面的经文呢，啊，《中经录》里面。 有名言说大师这么说：“夫夜因心起，心为业用，夜引心而受刑就是转生受生啊。那怎么个转生受生呢？改行易道呢？无量说里面讲说，转生受生改行易道，就是跟这个业引心而受行是同样的意思，就随他的意思呢去变现那一道众生的身形。” 跟相貌、相状，业引心而受行，心随意而作尽。难者呢，因业受身，身凡造业，从心作尽，尽复生心。若引随行而屈止。 有想随身而大小异，啊，那么这段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说，说业隐心而受心。这就是隐业啊。你转生到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它受的身形的形状不一样，那就是隐业不同。 那么赢呢，就是引导我们到哪一道去投胎。我们阿拉也是里面呢，这个业习种子很多，概括来说呢是善恶无忌。有些种子很深，力量很强，啊。李炳南老师说呢，人临命中的时候。 人临命中的时候，最后一口气断了以后，看哪个种子先出来。如果念佛的种子先出来，那就往生极乐；如果贪心的种子先出来，那就往生恶鬼道。所以强者先迁呢，重者偏罪所以有些种子很深，力量很强。 他就要先受生，先去受报。那么六道呢？佛告诉我们，上品十善引导你升天上。如果是欲望没有断，当然是升欲界天。如果你有修禅定，真正得定了、啊，啊，禅定因为有能力福后 虽然烦恼没有断，但是呢，它可以扶得住，让烦恼不起现行，啊，那么就生色界天，啊，那么色界呢，它就出产二产三产四产。啊，就四禅天，就生色界天，那么定功更高的。 生无色界天，就是四空定。这四空定呢，跟前面色界的四四禅天呢，合起来叫四禅八定。那么这个是指生天，往下的呢，受生于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呢，如果独立来说，啊。 跟天人一恶鬼就是合称为六道。如果是讲五趣杂基地呢？好，讲五五趣就是五道。阿修罗，如果六道里面不讲阿修罗的话，那么阿修罗分成天阿修罗，啊，人道阿修罗，像有些世间的政治人物呢，斗争性很强，嫉妒心很重。 仇恨心很重，这个呢都是属于人道阿修罗，就是生前他行五戒十善的时候，嫉妒心特别强，有行十善，但是没有那个德行，所以天阿修罗呢，他是有天福没有天德，那人道阿修罗呢，就是他前世行善的时候喜欢跟人家竞争。 嫉妒心很强，这人道阿修罗，还有出生道阿修罗，啊，有些出生道的动物呢，啊，成恶心很强，就是出生道阿修罗。那恶鬼道呢，也有阿修罗。以上这四种是属于世道的阿修罗。投生到哪一道的众生呢？啊，就根据他的业力。 那么，如果是修阿修罗呢，也是要修上品十善。但问题是，他修上品十善，为什么变成阿修罗呢？因为他有两个烦恼：第一个好胜，有强烈的好胜心啊，傲慢啊。所以你看，如果你在学佛的时候啊，你修行行善了。 你有这个好胜心，还有傲慢心，那将来的归处呢？就是天界阿修罗。那么这样就会堕到阿修罗道去了。他的福报呢，跟一界天人一样，啊，也是大福报。啊，傲慢加容易嗔恨，所以好胜心重，杀心也很重。 这是归阿修罗，有天之福，他的福报跟天一样，但是没有天的德。啊，天呢，它是仁慈德。那么天呢，你要到色界天，你还要修慈悲洗手、数量心，啊，所以呢，天有德。 那上品十善呢？慈悲喜舍，这是天人。那么阿修罗呢？他就是没有慈悲喜舍。那么到人道里面呢，就是修五戒，五戒感得人生。五戒呢，再加上中品十善，中品十善呢得人生，那就到人道来投胎了。 那么，如果你贪心重、贪爱重、贪婪心重，那贪心就堕恶鬼了，这个烦恼呢，就这个烦恼重呢，就引你到恶鬼道去投胎、去受生。啊，鬼呢就是贪，啊，没有不贪的鬼。那么成恨心重呢，就多第一了。成恨心在家。 嫉妒心呢，那就到地狱去了。那以私心重呢，就到畜生道。于是是什么？是是非黑,黑白搞不清楚，人淫也，人淫亦淫，自己没有智慧，他就到畜生道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这里讲的，恶淫心而受险。 这个引呢是指引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引心啊，这个业引呢就是引业，它这个业呢就会引导到它到哪一道去受生。那么前面这段经文“业从心起，呢心为业用”呢，就是我们净空老法师讲的宇宙。 万物呢是心性事变，所以一种心起，心为一用，八个字呢就是心性事变啊。哦、那么在《无量寿经》解里面呢，啊，也有提到说，盖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至今复少。 今虽亲见弥陀，耳聆佛训，但你心垢未除，勤见犹存，故需多闻熏习，增长智慧，舍能信解佛语，故应久久，亦当开解欢喜。这个是老法师引用《无量寿经》的讲记里面，这、就是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的人呢，啊，他就是智慧不明，资金复少。 虽然他见到阿弥陀佛了，听到阿弥陀佛的开示，但是他心过未除，情见犹存，就是他情知啊，见过都还存在。心过就是他的烦恼，没有办法断除，所以他必须要继续多闻心喜，增长智慧，才能信解佛语。啊，那么他醒久以后呢，自然就能够开解欢喜。 就是说，边地的人生到边地的人呢，一旦忏悔觉悟了，他就能够离开边地。啊，花开见佛，见佛很快。啊，所以呢，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通通在里面。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为什么？ 你这样才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学大圣的人呢，一定深信不疑，就是你这个身体，包括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都是自己的心现事变的。你每天六根接触六尘。 你都是用八四五十一个心所，所以你每天每天所产生出来的情绪、五音感受、受,受想行识，都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心事变现的啊！所以佛陀才在《金刚那里面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电，应作如是观。” 都是你自己心现出来的、啊，就心生者种种法生，心灭者种种法灭。啊，那心为什么能现呢？为什么能生呢？生起这些现象呢？生起这些好坏美丑美丑是非善恶喜欢跟不喜欢，对顺境你就生起贪爱。 对逆境违逆的境界，你就升起不悦、烦恼、嗔恨。为什么会升起这些现象呢？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句话用白话的解说说：“没有想到自信能生出万法。” 包括自己的身体，六十它是给我们做证明。可是问题是，自信怎么会生出这个烦恼呢？因为你迷了，你起了执着了，你的我执啊，我相、人相、中相、寿罗相生出来了，所以产生烦恼。本来本何以自信是本质清净？ 本质即止，本不动摇，本不生灭的，而且能生万法。可是你现在为什么生出烦恼呢？就是因为你一念无名生三气，境界言长六出。所以万法没有生的时候是个什么个样子呢？六大师说，何就是本质即止，也就是宇宙万法的是自信里头本来就有的。 没有缘，它不现；有缘，它就现。这个缘是什么呢？缘是起心动念。所以你为什么会会有这个善恶、美丑、思维的分别呢？因为你起心动念了。啊，遇到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有人事物的时候，你就产生这种对立的。 能见所见，所以圆呢就是起心动念。那么现在科学家证明呢，来讲呢叫波动现象。真心本来是不动的，本无动摇，这是说真心。真心本无动摇，说明真心是本来不动了，那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呀、啊。 所以我们说，花开见佛，物无生。那个物无生，就是证得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啊。那、啊、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就是《无量说》里面讲，开化显示真实之际，那个见到法身啊，那就是法身德。那它的相呢，就是般若德。 那它的用呢，就是谢多德。啊，所以法身德呢是毗卢遮那佛，那波若德呢卢舍那佛，那谢多得呢百千亿法身佛，所以真心是不动的，一念不觉不是真心动，是妄心动。 一念不绝，就是起了个妄心，妄心一动，真心就现象。真心现象，真心虽然现象，但是真心还是不动，但是它现象了，它本质即止，变成能生万法。所以一切法，切切实实是我们自己心生的，是跟着我们的念头在生变化。 于是，我们就真正能够了解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别人没有关系。啊，佛呢，无量的慈悲，无尽的慈悲。我们遇到困难、病痛，或者是报的寿命到了，佛能不能给我们延长呢？如果不能给我们延长，佛的慈悲何在呢？ 我们遇到灾难，佛能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呢？如果不能帮我们化解，佛就不慈悲了。经典上说的是真话，佛亦能亦不能，所以佛有三不能啊：众生度不尽，无言不能度，定力不够转啊。所以佛也是可以，但是亦不能，亦不能是什么？ 定力不可转，那佛能呢？就是佛告诉你真相，告诉你修行的方法道理。比如说《了凡四训》，也可以是同佛说的，因为佛经有五人说，《了凡四训》呢，它符合佛说的四个法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信其意，是之佛教。 所以呢，《了凡四训》也可以视同佛经。所以这个地方讲佛能不能帮你化解灾难，能不能帮你延长寿命？老法师说：佛亦能，亦不能。假如你不按照佛陀教的这个方法去做，你不依照《了凡四训》教的方法去做，那定力不够转，佛亦不能。所以六十大师才是说：自修、自悟、自度。 那佛说异能呢？你只要肯老实真干，听佛的开示，照佛的教的方法去做，你学袁了凡先生，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业力，把定力啊，把这个定力的常数改成变数，那就改变命运了。啊，了凡四训里面讲呢，原来他过去二十年被神算。 孔先算定，那是定数，那是血肉之身。可是听银谷禅师开示以后，他先改自己的毛病习气，先反躬自省。最后呢，他创造了变数，改变了业力，改毛病习气。最后行三千善，三千善一万善，最后他得到功名。 也得到儿子，而且也延寿，这就是佛一能，我就可以教你了。因为呢，唯是唯心所现，唯是所变。佛不能是什么回事呢？佛怎么说呢？佛怎么说能呢？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你自己明白了，明白的时候，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心念去转，这叫做佛能。 要懂，不能迷信。佛可以教给我们方法。以上呢是提到有名延寿大师的“中进路，业从心起”呢，心为业用，业引心而受行。我们特别引用老法师所开示的隐义啊，还有以作万法是心现事变来解释呢。 这个执法界的业从哪里来的？啊，那么往下呢，我们也会探讨到这个这执法界的因缘啊。那么业从心起，心为业用呢？业引心。我说起，我们就谈到这里。 汝未能无心，这个无心呢，就是真心离念，真心离妄念，谓之无心啊。那么，又妄心主幻影，自信不可得，故云无心啊。那这个无心呢，我们引用这个《中进录》啊，有名延寿大师的《中进录》卷四十五里面的这段经文啊，非常的好。 我们把它念出来，再来解释。大宝积金银文殊师利言，如人学色，酒喜则巧。或虽无心，以酒习故，见花皆种。我亦如是。初血不思议三昧，细心一处。若酒习成就，更无心想。恒以定计。” 先得引，以令妄心警动，即即世间诸苦。如人在金鸡林，不动则刺不伤，妄心不起，恒处即灭之乐；以令妄心才动，即被诸有刺伤。故金银有心皆苦，无心即乐。啊，这段经。 解释这个无形的解释都非常好，在有名耶稣大师《中进路里面呢，引用这个《大宝基经》里面的经文，在《大宝基经》里面呢，文殊师利菩萨就开始了。文殊师利菩萨开始说了，就像我们人在学射箭一样，你常常这样练，常常这样练，久习则巧。 你常常这样练习，你就做到那个窍门。这巧就是你做到那个关键，这个窍门。后来虽然无心呢、欸，你写射箭呢、欸，写到后来，心清净的时候，非常专注的时候，离开所有这些对待的时候。 他就跟无心相应了。后虽无心呢，以久席故，因为常常这样练习、常,常练习的，那么剑一发出去就射中，剑花接中。我亦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自信真如，这个我就自信真如，也是用这个方法。我亦如是，想要刚开始学这个不思议三昧。 不是一三昧，就是啊，你想学这个念佛三昧也好，或者一向三昧，或者一行三昧也好，你只要细心一处，佛教以教经，说的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你心定住在一个地方，细心一处，若九喜成就。 你练习久了，自然就成就功夫，就成就了。啊，你只要细心在这一季南无阿弥陀佛”上，你练久了，啊，练练不间断。莲子大师说了：“练练不间断，慈敏念佛的练练不间断。”啊，那么。 往生就有成就了。因此他说：“往生必，就往生一定成就的。”啊，为什么？因为榜上有名了、啊。啊，所以你因为常常这样，像练习射箭一样啊，久起成就，更无心想，没有再想其他的，更无心想。那这样的就会跟禅定相应，恒以定聚，就是会跟禅定相应。所以呢。 古德说了一念妄心才动，就有世间之苦了。啊，你一念妄心动了，那就招感世间的诸苦了。那么就好像人走到这个森林里面的荆棘岭一样，你不动，荆棘吃不到你；你妄心不起，你横处在。 清净极灭的安乐里面，啊，那么你呢，一定妄心才动，你就被这些诸有刺伤。诸有是什么？在异界、色界、无色界呢、啊？这些八苦刺伤呢？啊,啊，所以经上说呢，有心皆苦，无心即乐。再来呢，同八十三曰。 若不起妄心，则能顺解。所以，引无心是道。《金刚经》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传心法要下一。如今但写无心，顿洗诸言，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 自性性自本来清净，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永明永明延大师的这个《宗心里面第八十三卷里面讲：若不起妄心呢，则能顺结；如果你不起妄心呢，就会跟结性相应。所以无心就是道。 《金刚经》说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你如果能够一念尽性，能够弃入这念心性，啊，那么就可以弃入这个过去心不可得、今行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传心法要下说呢。 如果你要写无心，要秉习诸缘，要顿习诸缘，顿习这些言顺言善言恶言，顺境逆境，要秉习诸缘，陌生妄想分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没有贪嗔，无憎爱，无胜负，这些种种许多妄想都把它除掉了，那你就跟无心相应了，因为自信。 本来清净嘛，这是修行菩提的这个回归到自信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是啊，无心的，我们做这样的补充。这个永明颜色大师后来有写一个《饲料简》，那么这个《料简》呢写的非常好，我把它练一遍。 他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跎；阴尽若现前，撇 r 随他去。”这个有禅不是讲他说他的禅定功夫是非常好，不是禅定功夫你要看是哪一种禅定功夫。他有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那么世间禅定呢？我们所谓的异界定，异界定其实不算定了。那么真正的禅定是什么？一 三界里面真正的禅定，我们一般讲叫四禅八定，这一界、色界、无色界。那么色界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无色界呢，也有四定，那叫四禅八定。啊，这四禅八定是指世间禅定是指这一种的，但是这个世间的禅定呢，这个四禅八定呢，它并没有出三界。 他就还在一、异界、色界、无色界里面，他在界内呢，那还是六道轮回众生，所以他不能，他不能出三界，也不能解决生死，也不能处理轮回，所以这个叫世间禅定。那么哪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界定会的那个定呢？我们讲说界定会三无漏学，那么那个是三无漏学那个定是什么定呢？ 那个定，你如果以小圣来讲，你最少要做到阿罗汉的地九处地定，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大菩萨跟佛的所楞严大定，就是圣身禅定，所楞严大定。就像我们常常讲一句话，经典上讲的，佛菩萨的境界就是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 那姐是什么？那姐就是神龙啊，见所不见尾。对，那姐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所以我刚刚讲说，有名言说，他是面对要砍头的时候，他那个叫做那姐定，因为他就没有生死恐惧的嘛。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已经是初三界的，初三界的禅定了，所以你这他对这些生死，像我们在我们我们我们在我们在看东西这么简单，他他他不会去不会去执着啊。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这里讲的有禅无净土，是那个禅，照我有有说这样讲的话，这个禅应该是世间禅定了，否则他不会讲十人九蹉跎了。就是你有一点禅功，你有一点定功，这样而已。或者你说你修这个禅的这个这种修法，那么他为什么说有禅无净土呢？ 我们如果以我们净土法门来讲，我们最少你要功夫成片，烦恼扶助。啊，那么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理一心不乱就能所一主的啦，它没有能所对立的，它一主的，啊，那么这个是一心不乱，它还有维系的能所，那么你至少你要做到净土宗里面法门讲所谓的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你烦恼。 碰到顺境跟顺境跟顺境跟逆境的境界陷阱的时候，你烦恼不现形，什么叫烦恼不现形？你烦恼脾气不会发作嘛？你不是说马上贪心、诚心起来，你烦恼被你有被念佛的功夫啊糊住了，糊住就是定住了，定住了什么？那就是定功，那叫做功夫成片。你最少要做到这个功夫成片，你才拿到往生净土的入场券、门票。 我说你进不去，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工程面的话，你习气随时会现前。所以有名言说：“他说说有禅无净土呢，十人九蹉跎；十个九过呢，空过一生。阴境若现前，配偶随他去。阴境如果在你命中的时候，他他会看到阴间的境界，他会看到那些啊。” 呃，这个中中阴身，或者是这个好、啊、黑白无常，这阴尽多现前，眼睛一闭起来，断气就抓住了，就有水上去。那么第二个呢，有名人说，他是说呢，无产有净土，万修万人器，但得见弥陀，佛楚不开悟。如果说你你自己认为说你没有禅定功夫，你可能只有。 功夫成片，但是呢，你你念念呢，你念念都能够做到老法师讲的，不夹杂、不间断、不分别。你念念的都的，念到只要一起来，你就马上阿弥陀佛；念到只要一起来，你就阿弥陀佛。你从来不会有第二念是贪嗔痴，你不会只有第二念说啊，这个前一念念阿弥陀佛，啊，第二念就想到说买股票，第二念说啊干什么？他不会，他没有没有这个念头。 如果他每一个念头，他都是阿弥陀佛，虽然他并没有习气，并没有断，他也许他还有习气在，他还有毛病，可是他真的是念念都跟阿弥陀佛相应，他每一念都想到阿弥陀，每一念都想到阿弥陀佛，这个叫做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因为他每个念都是阿弥陀佛、啊，他就养成那个习惯，已经可以每个念头都起来，他就念阿弥陀佛。 诶、欸，他真的可以，他自己可以告诉自己这样的一个境界，他有这个决心哦。这个叫做无产有净土。虽然他没有断习气，他没有断毛病，可人家就有这个功夫。我们现在不是哦，我们如果念阿弥陀佛，我们等一下无名习气一来，马上变脸，脸色马上变。那个不高兴马上写在脸上，不高兴马上写在眼神里面，不高兴马上变在我们的态度里面，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就是。 无禅，无禅也无净土啊！那就惨惨了。等一下，下面就会讲无禅无净土啊。所以你你没有禅定功夫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做到有净土，想到佛，那万修万能器，为什么万修万能器，他不认识字也可以学。我们前面讲过，修无法师一直识字，郭罗将，不认识字，是一个不。 补锅补锅碗的，他站了三天三夜。修护法师也是不论是字、泥水匠出身的，也也一直是自往生净土。银果法师犯了重罪，犯了罪的，他也往生净土，就万修万能去。但得见弥陀，佛土不开悟，他只要能够往生净土，他一到极乐世界，他就勿我起修，从最低的。 凡圣同居土，一直修到方便有余土，再修到十报庄严土，进入长期光净土，他成佛了。他他只要破一品根本无名，他的功夫境界跟佛一样，跟六十大师一样，就是这个无贪有净土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讲真的啦，这个世界上诱惑那么大。 不管是网络电视了，你根本逃不掉的啦。世界花花绿绿的，美食啊，你想吃什么，只要你有钱就可以的啦。什么东西都越来越高级，飞机也是一样，饭店也是一样，车子也是一样，你永远都哦，没你，你你根本都没有止境的了啦。你光手机就好了，对不对？年年初才刚买，年尾就变了好几只出来了。 你怎么办法满足你的欲望？你每天光看世界这些灯光五光十色变化，我跟你讲，你怎么修行呢、啊？你怎么修行呢、啊？吃的你也放不下，用的你也放不下，想做你也放不下。他说有一天你要走啊，那功夫在哪里呢？何止是家乡呢、啊？ 对不对？临临终断句的时候，就以前禅师讲的，要砍头的时候，但是他人家那个禅师修的非常好。他说：“今天宿谁家？就就今天被砍头了。那今天晚上睡哪里呢、啊？这今天宿谁家？人家他是禅师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是往生净土啊。” 所以对这个事件这些诱惑，我们没有办法抗拒，那你就有乖乖的念佛。他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方法救你，就阿弥陀佛最慈悲的方法，丢一个绳子给你，那你就坐这个船，什么都给你阿弥陀给你安排好的，你只要上船就好，你只要上船，你愿意来船上上这个大大雁船，只要上来就好了。我再慢慢教你，不管你习气多重，我再教你。现在是连上船他都不想上船了、啊。 他灵果沉沦到海里面去啊。那现在阿弥陀这么慈悲，是佛陀这么慈悲，创了这个念佛法门，就最简单的，你只要念佛就好，你，你也不用费他多大的功夫了。所以以前那些如果五六十岁的人要去见印光大师啊，他有个印光大师说啊，哎呀，师傅啊，那我还在写金刚经呢，我还在写法华经呢，我写华严经，印光说来不及的啦，印光他说来不及的啦。 英光当时都会这样讲，你就是一本深入了念、啊、佛了。一样到我们现在都不是啊，我们现在到六十岁、七十岁还觉得读不够啊，什么经都要写呀。你看好了，到时候不晓得要不，如果病苦一来哈，呃大病一来的时候、无常一来的时候，他会慌了说，我到底要练哪一部经好啊？好像每部经都很好哎、欸，到时候不晓得练哪一部经，不骗你的。 我们现在如果听老法师的话，就是《无量寿经》，就是一句佛话，不改题目，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好找啊！你给你讲三个方向，你就搞糊涂了。诶，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间？你你你找不到路啊！那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选这一条，就最简单的。虽然它是，也许是最方便的方法，它是最就近的、啊。我伟厂长在开车啊，有时候到山上去开路啊。 走路边，左边右边，在那边傻眼的，不知道怎么开，不知道。有时候到深坑啊，我们在这边是去找路啊，啊、欸，他他他走哪一条？又走错路了。开进去时也是山上，修行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还是听，祖师讲的话，无常有净土啊，但得见弥头，活走不堪悟啊。人还是老实一点比较好，好。那么第三个呢？ 有名师他说的有禅有净土，有汝带脚佛，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那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六祖大师那种那种根器的上上上上根器的，他不只有正身禅定，他还能够修净土法门。就像莲子大师、偶益大师、印光大师，对不对？这些大师都不得了，他们也可以修禅啊，可他他们慈悲，他们由禅转进。 然后呢，成为我们净土中的祖师，然后再来度这些所有的这些众生，有禅有净土。老虎已经够厉害的，他还长脚，就犹如带教佛。现世为人师呢，来生做佛祖啊，他可以做佛的分身啊。那么第四个就是什么？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以千生，每个人依附，你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什么都不信。 一点禅定的功夫都没有，碰到事情呢手忙脚乱，这是真的、啊。我们真的现在人，你说现在人，除了修行人以外，真的有修行的人，你说谁有谁有谁谁有谁有谁有,有什么禅定功夫呢？那又会挣一大堆，对不对？事业上只要一个失落，家里時候发生一些事情。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那哪里有禅有净土呢？就无禅无净土，那铁床并并铜柱，那就一定是到三恶道去的、啊。万劫千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啊。那在这边呢，我介绍一下啊，您、呃，五位大师呢，他的生病呢很了不起，他呢，他又叫做。 八不到人，他所居住的地方呢叫临峰。他的父亲呢，起重呢，持白衣观音、白衣观音神咒呢，祈祷他儿子。结果呢，他母亲金世呢，就梦见观音大士呢，抱着儿子呢，给他。后来呢，就出生了啊，罗一大师。那是在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零年。那么刚开始他是儒家的，他有批佛。 那么十七岁的时候呢，他阅读莲池大师啊《治之路》以及《竹窗随笔》，这叫什么？以古德为师了。他二十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往生，他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他每天日诵佛号三年。他听到一个法师呢读《楞首楞严经》，读到空生大觉，他忽然生就产生疑惑了。他就在佛前呢发四十八大愿，决心出家。那么。 天启三年呢，一六二四年，他梦见憨山大师。憨山大师是我们开悟的圣僧，也是肉身菩萨。他梦见憨山大师呢，后来因为憨山大师在潮汐，所以他就随呢憨山大师呢的徒弟学林法师剃度。他就在云云栖，就莲池大师住过的道场。他以心力为己任，就是要复兴的戒力。他跟定龙法师一样。那后来就学习呢天台宗。 那么一共是注释五十七、五十七年、五十七岁，《阿弥陀经要解》呢是他著作的。那印光大师说呢，唯有阿弥陀佛再来，才有办法注解这么好的《阿弥陀经要解》。所以呢，偶遇大师呢，可能也是阿弥陀佛呢啊这个成愿再来的。好，那他讲最后讲一句话，他说：“生平行李百无一长。” 独有大菩提心呢，忘身为人，舍己从人，唯堪知之知之,之以三世出尊者，知就是知就是供养。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我没有什么专长，我只有呢，为人，忘身为人，舍身牺牲自己呢，我成就别人，我这样呢，用这样来供养三世诸佛。我为大师是这样哈，这样的一个修持。 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梦东禅师哈、哦，梦东禅师呢是啊，他又叫寂醒禅师，字彻悟，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称彻悟禅师啊，又号梦东，他是京东啊丰润县人，祖姓马，那年幼的时候呢，非常的聪明。 喜欢读书，啊，饱读各种经史琴籍，各种书籍，啊，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生一场大病，他觉悟了这个患子无常，患者就是这个四大五音是无常的，所以他就发出数字，就想要出家。病好以后呢，他到房山县，投三圣庵。 龙池老老树剃法，啊，这位老修行的剃法，老参的剃法。后来到秀云寺呢，恒时律师啊，受祭祖戒，圆寂就是受祭祖戒。那么到香界寺呢，听龙一法师开演圆觉经，啊，当然早晚呢啊。 延解就是探究这个《延觉经》的妙意，经求奥义。后来呢，从《延觉经》呢悟了他的悟了《延觉经》的大意。啊，后来就又一直呢，真受是慧岸法师呢听讲相宗，相宗就是为师，法相宗。啊啊，也妙得其要，也。 体悟这个相中的这个要义，然后呢，在参，在立呢，兴华寺偏空偏空法师座下，听法华经、楞严经跟金刚经，圆解顿悟。所以彻悟禅师呢，他是性相二宗。啊，中呢，我们现在讲就是法信中，相中就是唯识宗。 法相中，他对于性相二中啊，其实佛经呢就在讲性相的道理啊。相中讲唯是，信中讲如来智信，如来藏性啊。所以彻悟禅师呢，对于性相二中三观十圣之子，他了他了无一致，他没有任何障碍。 后来呢，在清朝乾隆三十三年冬，他参访广通翠如纯翁。他参访这位通翠如纯翁呢，这位禅师呢，他明白怎么是向上式，什么叫向上式？这禅宗的用语，这怎么开悟？他明白了，师之道火以是呢。 这位广通翠乳纯翁呢，为他印证，来印心的，啊，所以孟冬禅师呢，成为林济宗第三十六世。那么三十八年呢，啊，这个翠翁呢，前万寿寺继续讲座，啊，后来这一个啊。 梦东禅师呢，他就开始啊讲讲述呢禅宗啊禅宗的这个纲要。那么后来中空大振。但是呢，虽然梦东禅师他是弘扬的是禅宗，但是他到后来呢，他常常想到一个问题。 他就是有名延寿大师呢，他是禅门的中将啊，他是一个开悟的圣僧啊。我们知道有名延寿大师呢，是净土中的第六祖。可是有名延寿大师呢，他最后归心净土啊。啊，就是有名延寿大师，我们知道万修万能器啊，这个就是有名延寿大师说了啊，所以那时候呢。 梦东禅师就写有名言座禅师，他怎么样？他每天念佛十万声，吼、哦！这每天念佛十万声啊，跟黄黄念祖老老居士也是到晚年的时候啊，每天念佛都超过十万了，啊。那梦东禅师呢，他自求西方，起身安良。啊，所以像梦东禅师，他都这样的。 何况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呢，啊，所以那个孟德野是说，有名延寿大师说还要入寇十万，那我怎么可以不学他呢？啊，因为他是清朝已经算是末法了嘛。啊，其实有名延寿大师他说啊，宋朝时候其实也是末法了。他说那时候人家有名延说大师都还归心净土，入寇十万，其身安良 何况现在末代呢，所以我应该呀尊承这个有名言说禅师，也是七星净土，所以呢，梦东禅师就开始弘扬莲中，就是净土宗。他怎么做呢？哎、欸，这个我们也可以写哦。他每天现此香物扣，什么叫此香物扣，就每天会客，只能一支香。 一支香大概是多少呢？一支香大概长香呢，九十分钟。啊，一天只会客九十分钟啊，务客。超过这个时间呢，他就不不会客了，他不见客人。啊，礼拜迟练后也。Oh yeah. 我们老法师啊，曾经在我们台北啊，善导寺待过。 那善导寺呢？结婚我老师跟我讲啊，善导寺啊，住持道安法师，他大概七十几岁就走了。那道安法师非常慈悲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善导寺呢，在台北市火车站旁边，其实信徒都是很多的，啊，法会也很多啊，啊，我父母亲呢、啊、的骨灰都在善导寺啊，作为常去啊。 当面法会很多，那道安法师呢？他很慈悲，他一天的佛事都忙完以后呢，那侍者就告诉他说：“啊，和尚你要休息了，啊，因为大家很多人都法会做完要等着请示道安法师啊，就排队啊，要登记啊，要见道安法师，请道安法师慈悲开示啊。”侍者就劝道安法师说：“和尚，你应该休息的。” 啊，今天佛事做了一天，很辛苦啊。那道安法师怎么说的？哎呀，人家等我一天呐、啊，我要跟他开示啊，就就会客啊，去见这些信徒啊。所以有时候啊，有些法师他是真的被信徒累死了，太累了啊。像你看梦东禅师他就这样规定了、啊：日现此香，务客。 故此为礼拜持念呢，他就是拜佛念佛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呢，学人这次有去潜修呢，二十二天啊，到中部一间佛寺，不敢讲说闭关了哈，就是去潜修啊。一天呢、啊，大概早课五点起来，做完早课呢，大概六点半，那六点半用早斋。 大概七点半就结束了，啊，包括洗碗呐、啊、精行呐、啊，啊，我我那时候早课也是念佛绕佛，那饭后精行呢也是念佛，啊。七点半就可以开始用功了，啊，开始用功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准备午斋，那就是将近多少个小时？将近有四个小时。 啊，可以用功。那十一点半用完午膳以后，大概十二点多又出去进行。啊，大概十二点半回来，快一点。那小睡呢？片刻，大概十五分钟就好了。一点开始用功，用功到五点要死，又有四个小时了，这八个小时了。啊，一点到五点就四个小时嘛。那五点要死。要死完大概五点半，啊，六点呢惊醒完毕。 惯洗，啊，自己洗内衣内裤，啊，洗完以后大概六点半又开始用功，啊，他们九点就打板了，九点半打板。我算过呢，我包括进行在念佛，包括早课在念佛拜佛，啊，这样一天扣掉吃饭跟睡觉，用在跟睡觉，大概最少。 因为十一点睡呢，五点就要起床。我给他一律估计一下，一天可以用功十四个小时到十五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呢，闭关潜修很重要。所以我这次回来以后呢，自己就告诉你就是说，以后最好每半年啊，潜修至少一个月。好，梦中禅师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不必去应酬世间事，啊，那么后来呢？啊，他又迁到呢觉生寺担任住持八年，啊，因为那个觉生寺呢百会待己，啊，所以他建了一个净内堂，他盖了三个堂，一个叫内盘堂，一个叫安养堂，一个是学士堂，那学士堂就是念佛堂。 那涅槃堂是干什么呢？涅槃堂就是什么讲往生堂了，也是就是缘、就是、起的地方了。啊，那安养堂呢，就是我们讲的如意寮，就现在讲养老院。那但佛寺不叫不叫养老院呢，叫安养，叫如意寮，啊。那么，梦东禅师觉得说呢，让这些老病的这些出家的有所寄托。 所以他不仅是通禅宗、通宗啊，也通净啊，禅净宗旨皆深造其奥。他立即甚远啊，对待人非常的亲切，望人甚切，开导说法。他开导说法像什么呢？他开示像平泻云心呢，啊，像瓶子倒水珠啊，全部都流出甘露法语。 那么，欠信众要精进修行，所以在他那个年代呢，莲峰大善就是净土中的念佛人非常的多，莲峰大善，狭耳氧化，道属归心。当时法门称梦中禅是为第一的，啊，那么后来他迁居退居到退位啊，到洪罗山支福寺，希望在那边往生，以及终岁就是希望在那边往生。 后来因为纳子依恋追随，后来他的徒弟呢就一直想要跟着他，还有这些战争灾难避难，啊，所以他就没有，睡心中无怨呢啊，睡富流众，最后把这些弟子再留下来，而成重席。最后呢，还是他的讲席呢，他的讲座呢啊，也是非常多人跟随他。 那么单柴印水、泥壁补屋啊，一饮一食呢，以重工之。他还是跟大家一样挑柴印水。这样又过了十年。最后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已经先一制十智咯。他到万寿寺去扫翠竹塔，去清洗竹塔，也就是他将来准备在那边安这边涅槃的时候呢，他的骨灰坛要进竹塔。啊、哦。 然后拜别诸山外父，拜别这些诸山长老以及护法。主曰：换年不久，人事回常，虚生可惜，够以努力念佛，他连净土好相见的。他是最后交代弟子了。说换年不久啊，这个世间是幻化的、啊，是有一法如梦幻泡影啊，这四大无阴是，他不能常住啊。 跨年不久啊，人世灰常啊，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啊，牺牲可惜，你浪费时间是很可惜的事情呢、啊，浪费生命是很可惜的事情呢、啊，赶快努力念佛。他日呢，我们在极乐世界相见，哈，他日净土好相见呢。然后三类回到山上来交代土必的事情。 啊！你看，他二月去礼足塔，三月交代徒弟的事情，他十月十七号就把厌恶交代他们的弟子啊，命他的弟子松泉禅师呢领众住持，然后就告诫他们说了：，戒一，他们是修禅的哦，他是一样是告诫他弟子，念佛法门，三根普被。 无机不说，无数年来，以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尽力，凡无所立规模，永以遵守，不得改弦易辙，是不负老生以众一片苦心的，就不能改变道风哦。<laughs> 这次呢，学人有到南京讲林终关怀，那年有好意呢，带我去参访。 灵岩山寺，印主的主庭呢、啊、印主的道场，灵岩山寺算是净土中的主庭呢啊,啊，那一阶一阶的登上去啊，承蒙灵岩山寺的空苦和尚接待，哎，我说您的法名起的非常好，空苦和尚啊，空就是放空嘛，放下，离苦得乐叫放空苦，哈、啊，离苦得乐，他常常呢，啊，带弟子呢。 朝拜灵隐山寺的啊，这个朝山啊，我要去的时候呢，他隔没多久，他就要去朝五台山啊。那很高兴的呢，我能够参访到印光大师的官访啊，也见到印光大师的当时的这些遗物，非常感动啊。然后呢？ 也去典礼呢？印光大师的舍利塔啊，那他跟我讲，空苦和尚跟我讲，他说印光大师在的道风呢，到现在通通没有改变，确实。他说，除非呢啊这些灵隐山寺呢本身有必须要修补的，才会再重盖，否则一盖不再继续盖，一一盖不再盖新的这个大殿。他说维持。 印光大师在的道风，因为印光大师在我们在上个集里面有有提过、啊，印光大师交代他的弟子真达和尚跟妙莲和尚不能搞派头，所以后来我才知道灵、啊、隐三寺它是什么？它是春秋时代我们都看过越王勾践跟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啊，吴王夫差就是跟西施的这个爱情故事我们都看过、啊，看电影看过、啊。 那个灵岩山寺就是吴王夫差的皇宫哎、欸，那个地方本来是饮酒作乐，它是银宫哎，银宫各位都懂吗？那灵岩山寺后面还有一个后花园，现在还在。那个后花园呢，就是西施的西施的花园，就西施的寝宫嘛。从灵岩山寺再上来，后面山有一座花园非常漂亮，那边还有个吴王井。 就吴王夫差的这个古井，那本来是西施井呢，现在改成自积井，自积菩萨在那边曾经住席过，所以你看这些祖师他们都很有智慧哦、喔。所以印光大师是一九四零年元籍的，到现在是二零一八年，已经元籍七十八年了。灵山寺的道风没有变，现在红化社继续一样印经。 啊，所以梦东禅师交代他的弟子，念佛法门三根普被，上中下三根普被，无机不收，不管你什么根基的净土法门都能够接应我几年来跟你们苦心建这个道场，是要接待各方来、十方来的信众，大家一起修净土法门。凡是我所建立的规模，你们应该永远遵守，不能够改邪易色，不能改变。 他是禅师，他是开悟的禅师的。在禅宗讲呢，你做不做破蒲团都不能够开悟啊。但是念佛可以带业往生啊，所以为什么现在修禅的呢？都是禅尽双修。那梦中禅是特别叮咛他们的弟子：，是不负老僧以众一片苦心。 最后呢，他示现这个为病呢，命大众住念佛号，以虚空中呢传方无事自息無西而来，乃告状曰：“净土相见，无将西归。”啊！后来信众就弟子就欠他啦，以住宿相欠，就你师父啊，你再留下来继续带领我们那、啊、你不要往生了、啊嗯。”孟东禅师说啊：“师曰，百年如计终有所归。” 吾得真进真圣进，吾得真圣进，汝等当为失信，何苦留也？<laughs> 他说啊，这百年还是要走啊，这个我们是三三三界的过客啊，我们是旅客啊，我们是寄居在这里啊，我们的故乡是在急的是这样，这个方只是客栈而已啊，百年如计啊，最后还是要离开啊，那、啊、你这去哪里？ 离开人生，你会去哪里？中有所归呀、啊！你要去哪里？去六道吗？还是去去去三个道？我现在能够五德真圣境，我能够见到圣境呢，见到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的圣境呢？你们应该为我庆幸才对，怎么还在苦留我呢？好。十二十六号，命监念师冠一冠一法师所涅盘斋。十七日，深刻告众曰。 我已经见到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三大士了，也就是说，西方极乐的文殊师文殊师利菩萨、观音菩萨跟大势菩萨已经来接引了。金虎猛火轻锤剑，他是猛火清锤接引哦。为什么我今天讲到安之贤是这个？因为他是西文哦，特别要提到这一段。这是梦东禅师，各位明白吗？ 我们要学祖师啊！老和尚说：“现在医子大善之师不容易啊，一遇到名师不容易啊，那怎么办？你学古德啦，你学印光大师啦。其实我以前很少介绍过梦东禅师，就是初禅师，我以前很少介绍他，所以这次特别我把他介绍出来，他跟有名人说大师是一样的典范呐。” 特别是禅宗归入净土啊，最后导归极乐，啊，太殊胜了啊！所以他说：“我金蒙府亲水接引呐，阿弥陀亲自来接引哦，那是什么？上品上升哦、喔，他是上品上升哦、喔，五尽气我走了。众称佛号一起一立，大家定的佛，练得更努力了。” 是面西端坐合掌也坐化，你看他是坐化、哦，面西端坐合掌，合掌说，称一声红鸣，见一分向好、哦，最后开示大众啊，你念一声阿弥陀佛，见到一分的向好光明，谁的向好光明呢、啊？当然是我们自心的向好光明呢、啊，也是见佛的向好光明呢、啊。 称一声佛名，见一分像哦。遂所解弥陀印，他是打弥陀印哦。弥陀印各位都知道是这样的哦、啊。弥陀印啊，打弥陀印呢、啊，安详而、哦、是。众闻异香普空啊，虚空中都充满了异香啊。然后怎么样？供奉七日，面貌如生。七天呐、啊，面貌都没有变了。 齿口丰满，发白变黑，跟海参和尚一样，头发变黑，头发本来是白的变黑，发白变黑，光润异常。二期入刊入入入刊啊，叫做刊嘛哈。三期脱皮火化，后设立百亿百亿粒，啊，门弟子呢？ 遵遗命呢，请灵骨葬于普通堂内。那么，孟东禅师呢，世寿七十岁，生腊四十九，法腊四十有三。他弘法多久呢？四十三年。那么这一大，就是他出家以后受三坛大戒多久？四十九年，也就是什么？他二十一岁出家，跟谁一样？跟印光大师一样。 印光大师也是二十一岁出家，到八十岁入内盘，多久？五十九年。那么印光大师比彻悟禅师多了十年。啊，法大师是四十有三，他所著有的开示禅宗教下律宗念佛。 铁头贤女士，在清朝嘉庆十七年，啊，有一位他的弟子呢，叫醒冲法师，啊，他就因为啊，这个要把汇集他们梦东禅师的这个啊，他的这个一生的著作啊。 那么把它流通出来，那么大家赞叹他说呢，冲物禅师呢，他过量人，他真过量什么意思？他是大上根立志的，他是不是普通人呢？他是从人再来的，叫过量人，六根通力，六根通什么意思？他都说六根经念相继的，所以解悟超常，他。 大开缘劫，积聚辩才，坚持苦行。他辩才无碍，而且还修苦行，以苦为师，始终如一啊。所以呢，梦东禅师最后被尊称为净土中第十二祖。